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装这个 Kriss-100 的引擎。现在那个零件已经有了，所以现在能够把它装回去了。那还没有看我上一集影片的朋友们，欢迎你们去看我上一集的影片。这个就是那天我们订的零件。这个零件的功能，它是负责换挡的，就是控制齿轮的。还有另外一个零件，那天我们订的就是这个两串齿轮。这个旧的齿轮也是不能够用了，因为其中一颗有磨损，所以必须把它换掉，也就是这个地方。OK， 好，现在我们把这些东西都装上去。
OK， 好，现在呢，整个引擎已经装好了，我们把它锁上去。OK， 好，今天的影片就拍到这里，我们下一集见。